那太太因为有感到胸闷，所以后续也到医院去做检查。张善政市长是在今日下午结束相关行程之后自行驾车返回新店老家，途经国三的时候发生了事故。那车上只有市长与他的太太两人，那市长只有些微的脚部擦伤，那太太因为有感到胸闷，所以后续也到医院去做检查，两人都没有大碍，市长也谢谢外界的关心。